下去。阿姐，这样鸟龄有几年啊？鸟龄吗？嘿，这样子你养了这样几年了？两年多，应该快六年。五六年哇！这一个是 Coco， 然后这一只是阿布，然后这个是考验，然后这一只是阿布。取名字的灵感是来自哪里？都不一样哎、欸，不能想到。就开车、轿车都有，但是我就没有，本身没有在骑摩托车，本身没有骑摩托车啊。为了他们第一台的，我虾米？因为他们要出来玩啊，而且近的话，你开车真的很不方便。开车不方便啊？真的，你光外出笼那个时间有没有？光外出笼这样塞进去，而且他们有的是。不喜欢进去那里，嗯，不喜欢那个空间，对，太狭隘，畜生一群，讨厌。快，可以摸，不会了。好奇，他还在好奇，对。所以你就自己打造一个这样的架子，对啊，可以整啊呢。这应该是叫人做的啦，定做了，对啊。就很像他在家里面也是站这种架子嘛，对，这是他们的站子。你看我还得 feel。